全国亲爱的乡亲，大家好，新年恭喜！大家好，新年恭喜！感谢各位乡亲一年来对经费的关心和爱护，旧的一年会当讲是充满挑战的一年，因为经济无进步，连带影响咱的社会和个人的生活。虽然民调表示大多数的人对现在的生活并无满意，但是大家在自己的行业从新年头拼到旧年尾，表现出台湾人勇敢坚强的精神，国家是整体，无分阶层，大家拢是国家的主人。生活好的人爱体贴，生活歹的人，领导者要谦卑，听人民的声音。政党有竞争，嘛应该合作，只有互相帮助，共同打拼，咱的国家才有可能进步，经济才有可能改善。在台湾这块土地，咱的祖先吃过真多苦，但是从来无失志，认真一直打拼，才有现在台湾。环境会愈艰苦，咱啊，越愈爱拼。咱有信心，靠咱坚定的意志，渡过难关，搁一次创造台湾的繁荣，建立一个幸福、繁荣的国家。最后，搁一次祝福大家新春如意、平安快乐。感谢感谢，祝大家新春如意、平安快乐。谢谢。